喂，OK，好，那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曾经被我的六八五荼毒的朋友们都跑来告诉我，我这做的有多么的糟。然后我们今天讨论一下，就是量化这个东西，大家都其实大家我们的结论是，它其实没有解决到说想要加入 GMV 的人心中的最重要疑问，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加入？它提供了太多资讯的陈列和展示，但是它没有提到一些 call to action 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些调整。最主要的调整是我们砍掉了量化三分之二的内容，对，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的短。原本为了他，我们还特别把那个内页拉的超级长的，然后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就是原本他有这么长，然后现在只剩下读不出来，算了，等一下说。好，那砍掉只是一部分，那他就是好出来了，那你会发现它其实短了很多，如果你有看过原本的版本的话，后面有这么多空白，都是被砍掉的痕迹。对，那。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是有很多害羞的设计师朋友不愿意把自己做到一半的东西拿出来展示，那习惯就好，对。所以现在大家看不到他现在手上精美的示意图，但是他们做了就是如果你不管你是想跳坑或是你想要推坑，都有一个专属的流程图，让你一步一步照着做就可以去做到了，不用在这么多的资讯海跟文章之中去到处找资讯，因为像有些人。一直到黑客松前一天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要登记报告，那这个其实都看不到，没有这个资讯，可能藏在某篇文章里头。那现在流程图之后就会好很多。那还有另一件事情是刚弄了半天弄不出来的，再看一下会不会出来。哦，不会，就是现在首页一进来是很多的资料，各种资料。那为了要更加凸显说怎么参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就被换成了一个 call to action 的 banner。已经换好了，然后刚才贴在 Slack 上了，然后应该也已经，对，但是为什么这张图没出来？就是这个，好，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好，没关系，等这个 bug 等一下再修。但总之你放应该已经要放上去了。那今天主要就做这些事情，那希望这些改进之后对以后的新手会比较友善。就这样，谢谢大家。